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卡，今天是星期五，多少号？等一下，今天是星期五，21号。然后我们来卖瓶，顺便到时候卖完瓶了之后，再去其他商店溜达溜达。所以现在就打算下去取一个购物车，因为我们这回的瓶子比较多，4包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猜一下，我们这些瓶子一共能卖多少钱？这个就是瓶子回收站，一共就是这些瓶子。看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？我们现在就是来卖瓶的地方，因为今天人比较多，所以就是排队。这一头的话，就是大家会数那些瓶子给你记录，然后像到时候那个哪个上面不是有牌子嘛，1、2、3、4、5的话，到时候他们就是一亮那个你就可以过去。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挤人的地方，把那个牌子是25.4，所以我们一共有25.4，两毛五，5毛1毛，就是25.4。然后这5块是老卡的，这20是我的。你还给他呀？不是，你们说5块钱是他的啊？他帮我们装车哈。对，5块钱是他的，好处费。嗯，然后20块钱是我的。好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地方，下一个地方去哪里嘞 ？Staple，Staple，Let's go。